已经达成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用新的服装吃鸡，好不好？新的服装吃鸡，我们要换一下那个。哎，这场不要那么累，好不好？我跳水上部落啊，好不好？跳 B 大街每次都有点吃运气啊，看落地拿到什么枪。假设人家拿到榴弹枪，你拿到一把小手枪，你也是死啊。除非人家榴弹枪用很烂啊，但正常人榴弹枪都用的还不错啊，其实。就只有像我这种不正常的，死都不太想拿榴弹枪，偶尔才拿一下，偶尔拿一下，而且轰人家还轰得不太准。没办法，我就不喜欢用榴弹枪，我觉得用榴弹枪好麻烦。还要瞄准发射，然后看一下敌人的位置。我们这个青年套装我是不是觉得有点暗啊？它的背，它这个是透明的丝袜的概念吗？它右肩膀不太懂。按照我每次跳水上部落的经验来讲，水上部落的敌人都不会超过5个，一打喷嚏我就死定了。哎，有人，哦 ，MP40啊！哇，这家伙很聪明。哦，所以你太急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冲锋枪子弹其实我不能带太少，37发其实说实在很少，因为 MP40 其实它打的速度很快。哎，我已经二级头盔了。哦，吓死人啊！我吓死我了。我差点死掉哎！这不要打，这先不要打，这打了没好处啊！因为我不确定瞭望塔有没有，哎，有人，瞭望塔有人，瞭望塔有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凶哦！凶哦！不好意思啊，全精准我也练过啊。虽然说没有那些高手那么强啊，但是瞭望塔的爆头我还是做得到的、啊，就算没有这个辅助瞄准啊。有没有冲锋枪子弹？工厂上面有人？欸，真的、欸？再见，不许你吃鸡。好，我考虑看看。我现在稍微看一下留言啊，想说没车啊，没车，算了。看一下啊 ，P 层。还有23秒，看能不能绕右边下去，然后直接绕到桥旁边的那个瞭望塔。如果可以站到的话，其实是不错的。刚刚有4倍镜没捡到，哎，对哦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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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捡到就算了，算了。算了吧。我常常这样子。4倍镜哦，等一下再杀人就可以拿到了。这附近危机重重，重重危机啊！我刚好像听到脚步声哦。瞭望塔不知道有没有人，偷瞄一下好了。
哎，不行，瞄不到。哎，缩圈缩在桥上。如果这时候有 N1873，那有多好。桥上骑骑很难守，哎，我个人觉得啦。瞭望塔目前没看到人。哎，有人！探头下去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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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老兄，你不打我，我先下去了。可是下面可能会有人，啊！这地方真难，这地方真难缠。你要下来了吗，老兄？我等你哦。哎，他是不是早就下来了？哎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哎，我难过啊。不是吧，缩圈。我看到人了。拍谁啊？这个地方真的很难走，哎，你怎么进去的啊？这个地方我超不喜欢来的。哎呦，很凶欸。跑啊！欸，不能跑啊，太矮了。跑啊，兄弟！有人开车欸。楼上，楼上，楼上，是楼上。楼上不怕。剩两个啊，一个开车，一个在楼上啊。底下绝对没人啊。应该不会来撞我吧？剩一个，旁边。爆了。看到了，吃鸡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任务达成了。使用旧的新年套装吃鸡一遍，然后也使用新的新年套装吃鸡一遍，所以我们两年的过年呢都会非常的幸运，然后订阅数呢可以破百万，然后名气可以破破我想一下哦，破收视率，好吧，我在讲什么，然后从此有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好不好？OK 啦。今天就这样吧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直播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或是订阅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随便看。那如果更多看的话，就更多力去做出按的订阅，也不要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在每次上传影片或是开直播的时候， YouTube 系统通常就会通知你哦，除非它又像这几天一样出 bug 啦，那就不关我的事情啦。对对对，好吧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不要错过我的直播或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加小铃铛就没问题了，好吧？你说随时在订阅内容可以看到，然后也可以记得订阅副频道叫雅思日记。副频道的话不会玩 Free Fire， 不会玩就吃鸡类型的大部分不会玩，但是会玩电脑版的绝地求生或付费类的游戏或恐怖游戏，这样好不好？就这样喽。有彩蛋吗？今天没有彩蛋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好累。好啦，各位就赶快去看，要吃晚餐休息一下，不要让眼睛那么酸啊、哦！看直播那么久，对啊，好啦。
各位晚安啊，不是晚安，各位下次见，拜拜。红龙，你再改头像，不用啊，不用改头像，没关系啊。你喜欢用什么头像就用什么头像，谢谢你的超级留言。好，我们下次直播再见，各位拜拜。Thank you.